麥運 Look at me， 你要望住我呀，好啊，你好啊。換生活，落科技 ，Anwar-K。老老豆豆，做乜整 Scarlett 做 Anson， 唔整第二個先？如果揀男人，基佬，揀自己自戀狂。咁我梗係揀翻我中意嘅一啲女性啦，因為有天性嚟噶嘛。咁啊係啊，苗條淑女，君子好逑啊嘛，用咗一年半嘅時間整出嚟，除咗識得左望右望之外，仲識得眨眼同埋對答添啊。What do you think in future？ I think robotics is a new manufacturing。機械人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嘢，可以做到博士都得，但係有樣嘢取代唔到人類咧，就係創造 ，invention。取代唔到人類啫，但係會唔會好似 Terminator 咁殲滅人類啊？機械人咧唔恐怖，其實恐怖係人類。佢話話，就算機械人變壞，都係人類教噶，同話追得上人類都係幾百年之後嘅事。咁所以你話人類驚唔驚啲機械人懟冧我？我死鬼咗啦，我都唔知啊。咁啊講啲大家都知嘅嘢啦。佢又覺得香港嘅創新科技資源唔夠啊，希望政府做多呢方面嘅教育。香港最離譜嘅就係你永遠都係諗點樣去服務外國嘅人，你點解外國嘅人可以尊重翻香港？其實今次佢哋咧就好受外國尊重啦，好多外媒咧都爭住採訪。不過呢個機械人同佢心目中嘅完美仲差好遠噶噃，想知道佢有咩大計？睇翻片文啦～